快跑！盲盒？你们要我拼盲盒吗？我看看，蛋仔派对盲盒，线索是越狱记。难道这个是坏蛋？开箱。咦，大颗粒积木，表情竟然躲在这里，找你。有黑色、白色、蓝色积木，它是蛋仔派对里面哪个角色啊？你们知道吗？蓝白相间的小腿拼好了，然后拼身体。线索是越狱记，那这个蛋仔肯定是坏蛋。他身体是黑色，还穿着蓝白相间的衣服。我知道他是谁了，他就是蛋仔派对里面的越狱蛋贩子。他肯定是偷蛋被抓了。怪兽，连怪兽都来干扰我拼积木。看招，翻滚技能，漏雷技能，炸弹仔技能。哇，你们真厉害！继续把越狱蛋贩子拼出来。哎，你们喜欢蛋仔派对里面哪个皮肤呢？可以告诉我，说不定我会把它先拼出来。后面不断更新蛋仔派对，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啦。把两边的小手拼出来。小手拼好了，组装上去。贴上蛋贩子的表情。越狱蛋贩子组装完成。你们好呀。好呀，我要冲凤凰蛋。搞快点搞快点。搞快点搞快点。抓住他。为什么要抓我？哎呦，你们两个蛋仔想干嘛？帮我们拼神秘大盲盒。给你。我看看，蛋仔派对盲盒，线索是甜蜜蜜。甜蜜蜜，糖果、雪糕、蛋糕。就知道是。开箱。红色积木和白色积木，还发现有表情，拼起来他笑得好开心啊。线索是甜蜜蜜、红色积木和白色积木，还有个笑脸。他是蛋仔派对里面哪个角色啊？你们知道吗？我发现这个蛋仔没有脚，而且他背后好像有个红披风。这就不好猜了。这两边把他手臂拼出来。这是什么啊？看不出来。花园小丑，你串台了。漏雷这技能太帅了。那当然。赶走了花园小丑，然后把手臂拼出来。组装上了手臂，它好像蛋仔派对里面新出的皮肤雪王。我记得雪王蛋仔它也有红色披风，那就没错了。我觉得有 95% 的几率就是雪王蛋仔。我还没有雪王蛋仔的皮肤呢，你们有没有啊？现在把它皇冠拼出来。你看，这是它红色披风，正面把它表情也贴上去。你喜欢蛋仔派对里面的哪个角色呢？可以告诉我啊，说不定我会把它先拼出来。后面不断更新蛋仔派对，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啦。哇！雪王蛋仔组装完成。雪王，你好呀！我听说你们家很多雪糕吃。是的，我请你们吃雪糕，还有圣代。可乐哥哥，你去哪？好啊，我去拿雪糕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红小豆来了，快跑！你为什么追我？别跑！有话好说。咦，你要干嘛？拼蛋仔积木盲盒，给你。我看看，蛋仔派对盲盒，线索是黑与白。黑与白，那就白色和黑色组成。哪个蛋仔长这样的？开箱。果然，白色和黑色积木，还发现一对黑黑的眼睛。
有大量黑色积木和白色积木，是蛋仔派对里面哪个角色呢？你们知道吗？都是他的小脚丫，然后拼他的身体。蛋仔派对里面有非常多小巧、Q 萌、可爱的蛋仔，你喜欢哪一个呢？我看一下。现在拼的蛋仔有黑色积木和白色积木组成，难道他是熊猫蛋仔？看样子，我觉得有90%的几率是熊猫蛋仔，你觉得呢？这个位置拼他手臂。我也觉得有点像熊猫。不告诉你们，等会就知道了。好嘞，把他手臂拼起来。手臂拼好了，组装上去。拼上了手臂和我在动物园看到的熊猫很像啊！你们有没有在动物园看过大熊猫呢？它超级可爱。哇！拼到这里，我觉得它一定是熊猫蛋仔啦，简直一模一样。这个部分拼它可爱的耳朵。你喜欢蛋仔里面的谁呢？可以告诉我哦，说不定我会先拼它，后面不断更新蛋仔派对，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啦。把眼睛贴上，然后用水笔给它画上嘴巴。熊猫蛋仔完成。很高兴见到朋友们，我也是熊猫蛋仔。我们去闯关吧。等等，可乐哥哥，我还想要拼蛋仔盲盒。不要追我，不要追我。停，你们等一下。你们几个蛋仔要干嘛？拼蛋仔积木盲盒。对，而且是大盲盒。在哪？给你盲盒，有惊喜哦。我看看，蛋仔派对盲盒，线索是豆豆。豆豆？谁叫豆豆啊？你们知道吗？开箱。咦，红色积木，还发现眼睛和表情。里面有大量的红色积木和黄色积木，你们知道是蛋仔派对里面的谁吗？这应该是他的小脚，然后用红色积木拼他圆滚滚的身体。我现在拼的是蛋仔派对里面的角色。蛋仔派对就像热闹聚会一样，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玩，挑战各种有趣的关卡，还能解锁各种萌萌哒的蛋仔造型，简直是太欢乐了。身体我差不多拼好了，有没有朋友知道他是谁呢？身体和我一样颜色，真好看，而且比我大多了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不告诉你，自己猜。不告诉我，自己把它拼好。红色和黄色组成的，而且好像戴着帽子。好像是红小豆。拼到这里，我觉得有95%的几率是红小豆啦。希望我不会错，因为我是一个新手。然后把他腿组装上，贴上红小豆的眼睛和表情。你喜欢蛋仔派对里面的谁呢？可以告诉我，说不定我会先拼他呢。后面不断更新蛋仔派对，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了。把红小豆帽子上面的鸭子画出来，尽量还原嘛。红小豆完成。是你们，哇，好开心。红小豆你好可爱，谢谢。我们一起去闯关吧。好啦，朋友们再见。蛋分子不要追我哦。哎呦，不要追了，你要干嘛？拼积木盲盒。你看，两个蛋仔积木盲盒。我看看，蛋仔派对先手是篮球，另一个是黄球。哎，我有啊，给你。是不是还想被我追？开哪个好呢？要不篮球先吧。开箱。咦，蓝色积木，还有他的表情，看样子应该是蓝色蛋仔。把它拼起来，蓝色应该很好看。赶紧把它拼出来。这是蓝色蛋仔可爱的小腿，然后拼他圆滚滚的身体。蛋仔派对里面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蛋仔呢？可以告诉我，我把它拼出来。身体拼好了，然后把腿组装上去，再把两边可爱的手臂拼出来。手臂拼好了，把它组装上去，手臂还可以上下活动哦。重要的事情来了，把它的表情贴上。
这双眼睛很酷啊，再给它配上窄窄的嘴，蓝色蛋仔完成。Hello， 蓝色蛋仔。你好啊，黑色蛋仔。可乐哥哥，还有一个蛋仔。OK， 交给我。线索是黄球，那应该是黄色蛋仔啦。嗯，果然没错，是黄色积木，里面还有萌萌的表情。我感觉黄色蛋仔也会很好看，赶紧把它拼起来。黑白相间的小腿，然后拼黄色蛋仔的身体。你喜欢小巧 Q 萌的蛋仔吗？可乐哥哥创意拼搭把它们拼出来，后面更新更多的蛋仔给你们看，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我啦。黄色蛋仔的身体拼好了，然后把手臂拼出来。把手臂组装上去，手臂也是可以上下活动哦。然后把它萌萌的表情贴上，圆圆的眼睛贴上，给它画一个惊讶的嘴。黄色蛋仔完成。见到你们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也很开心。其他蛋仔呢？我这里有两个蛋仔，等会我叫可乐哥哥拼。哦，可乐哥哥拼积木。再见。你们看，这些斑斑我都有了：四眼仔、粉皮猪、水母斑斑、蟾蜍警长、双头乌龟、黄色蜗牛，还有奥皮拉小鸟。这些斑斑我都有了，还有好多斑斑没有拼呢。想看哪个斑斑，在评论区告诉我。但是我发现了个新的东西，来。你看圆滚滚是不是非常的可爱，他们的名字叫做蛋仔。你喜欢蛋仔吗？我可以用积木把它拼出来哦。我不信。我也觉得拼不出来。除非你拼一个。那我就拼一个黑色蛋仔给你们。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。我拼一个黑色的蛋仔去证明，你们不要眨眼哦。两只萌萌的小短腿，然后拼圆滚滚的身体。你们不需要担心，斑斑幼儿园我还是会拼的。如果是你们喜欢蛋仔的话，我会同时更新。哇塞！黑色蛋仔的身体拼好了，我们把脚安装上去，然后把两边的手臂拼出来。积木创意拼搭，喜欢可以点赞、关注、加收藏，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哦。拼得不错吗？当然啦。把黑色蛋仔的表情贴上去，黑色蛋仔拼好啦，有点意思，拼得很像，给你点赞，你有趣我，不要怕啦，你们喜欢这样的蛋仔吗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下期见，拜拜。哦，别跑，不要追我。啊！哎呦，你们要干嘛？拼蛋仔盲盒，拼好多好朋友，给你。我看看，蛋仔派对线索是橙球和红球。嘿嘿，你敢？先开哪个盲盒呢？要不先开橙球吧？开箱。咦，橙色积木，还有大大的眼睛。我猜它应该是蛋仔派对里面的橙色蛋仔，你们觉得是不是？你看，这是它的可爱的小腿，然后拼它圆滚滚的身体。在蛋仔派对里面，你觉得哪个关卡比较难呢？我看一下。可乐哥哥还是个新手，在第一关已经失败了好几次了。橙色蛋仔的身体拼好了，然后把腿组装上去，再把两边手臂拼出来。手臂拼好了，把它组装上去，这里装的关节都可以上下晃动，然后贴上表情和大大的眼睛，用笔给它画出一个开心的嘴巴，想要什么样的表情都可以自己画哦。橙色蛋仔完成。我好开心呀，见到你们。我们可以一起去闯关。不行，还有一个盲盒蛋仔要拼。可乐哥哥还有个盲盒。 OK， 没问题。蛋仔派对线索是红球。红球啊，给你。开箱。
咦，红色积木，哇，这个眼睛好漂亮。线索是红球，我觉得有 95% 的几率是蛋仔派对里面的红色蛋仔，你们觉得呢？红白相间的小腿拼好了，然后拼它球形的身体。如果你喜欢蛋仔派对里面的角色，可以告诉我哦，说不定我会把它拼出来。后面不断更新蛋仔派对，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了。红色蛋仔的身体拼好了，然后把腿组装上去，再把两边可爱的小手拼出来。小手拼好，安装上去，贴上表情和漂亮的眼睛，再给它画上开心的嘴巴。红色蛋仔完成，拼好了红色蛋仔，现在我就有五个蛋仔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蛋贩子呢？蛋贩子，你在干嘛？给我站住！海浪干嘛倒积木进去？给可乐哥哥增加盲盒难度啊！那怎么拼得出来呢？一点点积木难不倒可乐哥哥的。你还是快点把积木拿出来。可乐哥哥，可乐哥哥，凯恩，你叫我，帮我把盲盒拼出来。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没问题，交给我。蛋仔派对积木盲盒线索：失心者，蛋仔的失心者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开箱，是大颗粒积木，还发现眼睛贴纸，还有耳朵鼻子，黑色和白色积木。线索是失心者，他是蛋仔派对里面哪个角色啊？你知道吗？现在拼他圆滚滚的身体，你仔细看他的眼睛，感觉像中毒了，而且他的鼻子怎么像熊鼻子？难道我现在拼的是熊猫蛋仔？你们猜他是谁呢？如果你猜得出来，我给你点赞。这是他可爱的手臂。我非常担心我的好朋友拼不出来，他已经够可怜的了。仔仔熊，我一定把你的好朋友拼出来。你恐怕拼不出来，因为他……可乐哥哥，他说脏话。我没有说脏话。我们都是文明人，要文明用语哦。刚才仔仔熊说这个是他的好朋友，我知道他是谁了，他就是蛋仔派对里面的失心熊。失心熊有着悲惨的经历，原本他是仔仔熊的面貌，有一天被僵尸博士带走了，经历很痛苦的改造，变成现在的模样。原来失心熊是这么惨的。是的，失心熊很可怜。怎么有积木多出来？奇怪了。可乐哥哥，对不起，这些积木是我放的。我不知道失心熊这么悲惨，早知道不干这种事了。没事，等我拼好你抱抱他吧。把失心熊的贴纸贴上，失心熊组装完成，圆滚滚的身体，一身黑灰色的造型。从来没有人抱过我。你不要怕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我也要抱抱。红蛋，你在干嘛？竟然偷积木。嘿嘿嘿，我把积木拿走两个，看可乐哥哥怎么拼出来。啊，不好吧，那不是拼不了。嘘，别说出来。好吧，可乐哥哥。Hello。帮我把我的好朋友拼出来。怎么了？没事，他也是我好朋友。没问题，交给我。蛋仔派对积木盲盒线索：大坏蛋。他是不是黑色的？自己猜。开箱，是小颗粒积木，还发现一个大圆脸，都是黑色。线索：大坏蛋，他是蛋仔派对里面哪个角色呢？你知道吗？他的小脚丫，然后拼圆滚滚的身体，我现在拼的角色，相信很多小伙伴已经猜出来了。没错，他就是蛋仔派对里面的蛋贩子。他一身黑色的造型，也有很多人叫他小黑哦。在蛋仔派对里面有非常多的角色，你喜欢哪一个呢？
把单分子的手臂拼出来。可乐哥哥，我有件事和你说。嗯，是什么事？没事没事，你闭嘴。可乐哥哥没事了。反正怎么奇奇怪怪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有没有小伙伴知道可以告诉我吗？咦，怎么少了两个积木，旁边只剩下大颗粒积木啦，大的在这里又拼不上。我先把剩下的拼上去，贴上表情。单贩子组装失败，这里缺了两个积木，太难看了吧，而且还非常容易掉。你笑什么？哎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没什么。你给我站住。你看这个仔仔熊好可爱啊。你既然喜欢，可以用积木拼出来吗？你该不会拼不出来吧？谁说的？那你用这些积木拼出来。行，我就用这些积木把仔仔熊拼出来。你们认识仔仔熊吗？他是蛋仔派对里面人气非常高的皮肤。你们拥有这款皮肤吗？我就没有。不过我可以用积木把它拼出来。真正拼的是仔仔熊的身体。这也不像啊，不像仔仔熊。我都没有拼完，等会我拼完你就知道用积木做的仔仔熊有多可爱了。好，我等着你。积木创意拼搭，喜欢可以点赞关注加收藏，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哦。或者你喜欢蛋仔派对里面哪个角色也可以告诉我，说不定我会把它先拼出来。这个位置拼仔仔熊的耳朵，Q 萌的耳朵拼好了，把它安装上去。把仔仔熊的手臂拼出来。手臂也安装上去。还有它萌萌的双脚安装上。眼睛、鼻子、嘴巴也贴上。仔仔熊组装完成。哇，这仔仔熊也太好看了吧。 Q 萌的双腿手也好看，耳朵也好看，我太喜欢了。刚才是你说不好看的吗？不是，别走。不是你的腿这么短，怎么追得上我？不敢了不敢了，我要惩罚你，把我的盲盒开了。啊，这惩罚也太爽了吧。这些蛋仔好可爱啊，有童真套装，还有大隐藏仓鼠迷仔、小隐藏淘气丸子，我都想要。还有一盒蛋仔卡牌，这个惩罚我还想要，看着也太爽了吧。开抽，第一盒就开到大隐藏，那不是非常开心。原野套装也很好看，基础是黄色蛋仔，把它皮肤换上，和卡片里面一模一样。第二盒隐藏等着我，青蛙先生套装，男孩子非常喜欢。这个黄色蛋仔笑得好开心，给你新皮肤换上。哇，非常 Q 萌可爱。现在来个双重恐罚，哈哈。是裸仔套装，英伦小熊套装。熊蛋仔这个惩罚我也太难受啦，哈哈哈哈。童气十足的皮肤也太好看了吧。再来双重惩罚，猪隐藏，是你吗仓鼠迷仔？格纹校服裙套装也不错，这两个我觉得女孩子会更喜欢。六款开出来了，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？哎，你们两个怎么不开心？是不是我没有抽到隐藏？我帮你们变开心。拼装橡皮的蛋仔，他的表情都是可以换的哦。
换了后开心多了。真不错，我也帮你换了。你们两个开心点，我就能抽到隐藏了。现在来抽蛋仔卡片。SR 卡、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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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，嗯，怎么都是 R 卡？再来，一样的。今天欧气不怎么样啊，小伙伴们把你的欧气借给我。SR 卡医疗箱，哈哈，你看我发现什么 ？SSR 卡，时刻藏宝图，我的欧气回来了，来个四倍惩罚，让我来一起承受吧。看我发现什么？航天员莱卡也太好看了吧！哎，这里有个场景卡，还不错，抽了两张 SSR 卡，来个大招，巨大惩罚！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惩罚也太难受了吧？原子弹组长、发明家眼镜、UR 卡、丛林霸主面具、星星泰来、场景卡、月球车图图、原子弹少年。哇，狮心熊 SSR 卡，我非常喜欢狮心熊，开心。我看还有什么好卡？UR 卡，木质怪兽玩具。这里有一张 SSR 卡，会是谁呢？这是什么？雨林叶子眼镜，它厉害吗？抽完了。这里我最喜欢的狮心熊，还有宇航员莱卡，我把它们收藏起来。最后剩下一盒蛋仔拼装橡皮，一起开啦！这个重复了，也重复了。熊熊快递套装，最后一盒出隐藏。重复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有四款重复了，但是它表情不一样。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？在评论区告诉我。下期见，拜拜。哇，蛋仔派对积木盲盒，线索双蛋，谁放的盲盒？是我，你好久没拼蛋仔了。马上圣诞节和元旦，送你这个盲盒。哦，对哦，提前祝小伙伴们双蛋快乐，盲盒就交给我吧。开箱，大颗粒积木，诶，还有一盒什么？原来是小颗粒积木，还发现两个表情贴纸。哦，双蛋的意思就是有两个蛋。粉色积木，那一定是粉色蛋仔。先从脚步开始拼。穿着袜子的粉色鞋，然后继续拼圆滚滚的身体。在蛋仔派对里面，你们最喜欢谁呢？我喜欢红小豆，还有 JK 妹，你们呢？这边是拼手臂的接口，手臂拼好了，把它安装上。积木创意搭建，如果你家里也有积木，可以跟我一起拼蛋仔哦。贴上表情贴纸，粉色蛋仔组装完成。粉色蛋仔太好看了吧，可乐哥哥还有一个蛋仔。没问题，红色积木那一定是红色蛋仔。哎，对呀，你们喜欢蛋仔派对呢还是圆梦之星？圆梦之星我也会拼哦。你喜欢蛋仔派对里面哪个角色可以告诉我，喜欢圆梦之星里面哪个角色也可以告诉我，说不定我会拼出来哦。现在拼的是红色蛋仔的身体，连接手部关节的地方，手部可以上下活动。如果你喜欢我拼的蛋仔，可以给我一个免费的赞哦。
贴上表情贴纸。红色蛋仔组装完成，熊蛋好萌啊，粉蛋笑得很开心，红蛋就不怎么开心了。满分是100分，这两个蛋仔你会打几分呢？